起摇摆，三二一 clap， Saturday night， 啦啦啦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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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你好心情。开瓶醉酒，期待依旧。醉酒提醒您本期看点：年终好运嘉年华强势回归，谁才是运气不佳的绿鲤鱼？做到空心的就会是绿鲤鱼。选吧，大哥。大哥，我要你就选最中间那个，真的。我反应过来了，看似是我先选，但我都是被安排的。大哥，你是真挺劝的。哎呀，他们默契配合，察言观色。皮笑肉不笑，回答正确。影视人物类，相柳，相柳，相柳，他演得好好啊！亲亲亲亲死我，么么哒！亲蒙你，亲一亲，叔叔我没给我累死。他们火力全开，队员落水前要击败对方的五人。那不，到我了，石头剪。爆笑答题，他们相爱相杀，互怼不停。我刚才这你完全是误伤的，我选二号，但他坐那边了。我是觉得大家可以考虑一下五号，五号今天用的都是防水的粉底，防水的睫毛膏。来选一个惩罚，请惩罚。为啥？你老说妈妈妈的不爱听。你好星期六首席合作伙伴醉酒，开瓶醉酒，期待已久。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欢迎来到你好星期六，好运嘉年华。你好星期六，精彩看不够。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淘好货好价。欢迎各位来到好六街，欢迎各位大家。今天太开心了，因为今天是我们的好六街的好运嘉年华，同时我们也迎来了我们的花少旅行团，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好。节目在湖南卫视热播，大家跟着他们去丝路美好的这些地方去旅游，你们玩得开心，我们看得也开心。嗨 ，Hello， 大家好，我是秦海璐。哎，等一下，安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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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看他嗓子好了没？大家好，我是秦岚。谁给你配的音？秦岚姐，我嗓子坏了，对不起，不好意思。你不是疲劳，你是嗓子声带出了问题，对不对？我有次打电话，人家说你把你的电音关了，加了奥特，加了特效。但是他，大家不用担心，他虽然嗓子是这样，但他状态特别好，他一点都不觉得自己累。对，我觉得不辛苦，很开心，不辛苦，很开心。总觉得你说话是在阴阳我们。不，我不辛苦。我这样说话一点都不吃力，特别快乐。
好，下面欢迎蕾蕾，辛芷蕾。Hello， 大家好，我是辛芷蕾。Hello。好，接下来欢迎我们的新朋友赵昭仪，欢迎赵昭。Hello， 大家好，我是昭仪，是花少团的小妹。接下来是我们帅气的王安宇。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安宇。然后是我们的小胡同学胡先煦。Hello， 大家好，胡先煦，我是。欢迎。欢迎。好运嘉年华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大家众所期待的《红鲤鱼与绿鲤鱼》第二季荣耀回归。这个为什么还要办第二季？我就想知道一下，有必要吗？那一定是你啊！我呀，绿鲤鱼上一次可惨了，赶来赶去的。他就是这样，红鲤鱼代表好运，绿鲤鱼呢代表最近有些小倒霉的事情，好不好？我们来问一下我们这个花少团的朋友们，谁是最近有什么红鲤鱼或者绿鲤鱼的事情，好不好？先电音，先说说看。我吗？我就是觉得自己挺幸运的，因为我们去了冰岛。去了冰岛，我们当时到了第一天，我们在我们院里就看到极光了。哦，那时候你会不会说，极光？是的。我说好幸运。对，在院里就看到了。在院里就看到极光了，然后那天就觉得很幸运。然后绿鲤鱼，是因为我跟巴巴在那个克罗地亚，我们两个做导游，然后确实很辛苦很累，每天就睡两三个小时。然后有一天晚上，我突然猛地醒了，哎，我们俩住一张床，我说巴巴呢？人呢？我就冲了一下在屋子里，他在阳台坐着，然后在椅子上。我说你在干嘛？他说姐，还有半个小时，我不准备吹头了，我一吹头会把你吵醒。好感动啊！觉得对啊，所以他在外面风干他的头发是吗？对，自然风干，他一夜都没合眼。就也算是我们小小的小绿一下。好，明白。小胡呢？我比较开心的事儿是这个出国一块儿跟大伙儿一块儿玩儿，但是我觉得比较那个什么是我患上了急性喉炎。你患的是急性喉炎，那秦岚姐患的是慢性的是吧？对，岚姐更惨。我不是那个，我是之前就病了，她是中途病的。中途病的哈，我俩性质不一样。那急性喉炎是什么症状？就是突然就说不出来话了。网友对你的祝福成功了。胡先煦哪儿都好，就长了张嘴，结果天天哑巴帅哥，哑巴帅哥给我咒着了。我说这不能老说，这有点吓人，你知道吗？真的是，感觉这一季的花少费嗓子，是不是？好，那今天到底我们的红鲤鱼和绿鲤鱼的机制是怎么样的呢？我们请泽林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好的，在一会的比拼当中呢，大家将会分得自己的一个本场的身份，其中呢会有八个是作为红鲤鱼，三个呢是作为绿鲤鱼，最终队伍当中绿鲤鱼数量更多的一队失败。但是注意了，绿鲤鱼在最后惩罚环节中可以选择一名同队的队员一起接受惩罚。看什么看？还没开始呢，已经开始选队员了。那么接下来的环节是什么呢？打开淘宝搜淘出666，最高抢666元红包，新奇特好物大发现，好货好价淘不尽。让我们一起进入谁是绿鲤鱼环节。开瓶醉酒，期待已久，醉酒提醒您稍后看点，眼疾手快，状况百出。这个游戏我在好溜地子，然后还碰上了小丁。红色攻击，红色攻击，这属不属于公报私仇？还补我一刀！我刚刚眼前左眼是红的，右眼是蓝的。您好，星期六首席合作伙伴醉酒，开瓶醉酒，期待已久。淘宝，您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淘宝，您好星期六，现在继续。接下来我们要通过两轮重要的选择来决定各位在今天这期节目当中整场的身份。是这样，为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好六好运嘉年华呢，我们特地为大家准备了一些花束。在第一轮的选择当中呢，就和这些花束有关。十一朵花束当中呢，有六朵是正常的鲜花花束，有五朵是奇怪的花束。请大家依次选择一朵自己想要选择的这个花束，拿到六朵正常的就是我们的红鲤鱼，五朵奇怪的就是绿鲤鱼。我觉得这样好不好，我们先来讨论一下我们拿花束的这个方式，是一拥而上还是女士优先。这个花束今天有没有猫腻啊？没有任何猫腻。他刚才讲了那么多，
这我的意思是，就是有没有安排好，就是有没有剧本今天啊？今天有没有剧本？没有没有剧本，没有，怎么会呢，大哥？我不是那样的人嘛。剧本就用到你那一次，不会再有了。嗯，吓的呀，给谭健次。好六位，我觉得都变质了，现在。大哥，你还没明白，就玩你。没有没有，我好奇经历了什么上一期。所有人骗他一个，所有人骗他一个。大哥有一个就是黑洞啊，就是叫卧底黑洞，所有的游戏上做卧底从未成功。我们就想拜托各位送给我们大哥一个礼物，就是让他能够卧底成功一次。玩我，你得看，大本营来了来了来了。你们还这么看着我？连他的团队都知道他是卧底，没有一个人告诉我，每一个人都在跟我演，从一开始就跟我演。只有你自己不知道是吗？只有我一个人不知道。他觉得他当卧底当得特别好，第一秒就挂相了，整个人不好了，你知道吗？现在看什么都是假的。就是今天我怕就是这个那个花束一会儿。我觉得有点问题。没有，那这样好不好？全场你先选，你先选，我先选，好不好？来吧，大哥。这里面五个是奇怪的花束，不能第二啊！你先说号码，你就看，你不能碰，因为它有的重量会不一样。哥选六，选六绝对没错，选六对，有道理啊。好六嘛，对不对？对，有六有道理，有道理。六六六。好，那这是你的是不是？那我选六，你先拿着。我要直接开吗？现在，那我选六了啊。嗯，对，是不是很沉？何老师，你弄的就像有剧本一样。你端给他那一刻，我好失望，因为听说那个有的奇怪的花束会很沉，他那个像正常的花，很轻是不是？很轻，他这个很轻。我以为很臭呢，就是。下面来我们花少旅行团，你们一拥而上吧，好不好？对，随便跳没事。对。拿到就不能换了啊！好，不想拿这个，怎么？我不要。他拿完这个之后发现异常的沉。哎，那个老秦，你这个都快冒出来了，老秦。你这铁律了，铁律铁律。我们依次揭晓好不好？首先，王安宇同学，请揭开。三二一，哦，祝贺！红鲤鱼，红鲤鱼，幸运儿，红鲤鱼，红鲤鱼，还有对，好，来三二一，祝贺小胡！哦，红鲤鱼，好，招招，祝贺哇！什么？哎，这一轮，朋友们，不会都在好六团吧？这一轮只有六个名额，居然已经出来三个了。好，磊磊来，来吧，三二。C 兰花，绿绿好绿好绿 ，C 兰花，来我帮你好不好？来，三二一，钢丝球。我说了，我怎么这么轻？说好的十全十美呢？好，这个海璐说我是姐姐大姐姐，我就选一号。我们看一下一号，三二一，二。祝贺红鲤鱼，那我相信我也是红鲤鱼。哈哈哈哈，大哥，大哥，你会跟我换吗？大哥，我才不给。最后你是铁律，先看弟弟的，来，三二一，哇，几个了？几个了？一，只有一个了。三四，只有一束，正常的花是正常的花了。只有一个，来，下面三二一。一，哇，什么？大哥，让你先选的，你先选的，一定不是，剧本都不敢这么写吧？我不敢写，真的不敢写。我们仨对，看一下，看一下，来看你们都是什么奇特的花束吧？哦，爆米花，好，来，这什么玩意儿？这啥玩意儿？没有花，没有花都被剪掉了。哎，看他的啊，这什么？有钱花，有钱花，可以，可以。有钱花也行，太绿了。首先拿到正常花束的朋友来请坐，来，正常花束的朋友们请坐。接下来这五位，恭喜你们进入到第二轮的角逐，你们当中还会有两个幸运儿。来，
来来来来来，我这个是迪哥给我的，是不是？他掂量完说这给你，这给你。我没看啊，我没看，我闻到了爆米花的味儿。来吧，这个先放到旁，来准备。好，五位先站好，五位先站好啊，来。接下来是这样的，朋友们，下面这五个礼盒有两个是实心的，有三个是仙人掌。Oh no！ 一屁股坐进去。另外呢，有三个是空心的。嗯，坐到空心的礼盒的朋友，就会是今天本场的三位绿鲤鱼。哎呀呀呀呀！我们大哥先选，大哥你先坐，来，你先选，来吧。不是，两次都是你先选。大哥，你作为大哥，是不是帮我们排个雷？就是。我，大哥，我要是你就选最中间那个，真的。中间这个。大哥，我要你就选最中间那个，真的。哥选六，选六觉得没错，选六对，有道理啊。我都反应过来了，刚刚小丁说选六号啊，我选了六号，结果小丁拿了个红鲤鱼，然后小丁跟那个老秦都说中间这个，让我选中间这个，对，中间这个肯定有诈。那你选吧，我就选中间这个，我就选中间这个。就选中间这个。你先别着急，先别着急。好，先别着急啊，你站好了啊。好，下面我们让一拥而上吧。对，一拥而上，好不好？就站在一个一拥而上礼盒前面。哎呀，这真的有点刺激。不是，底下不会真的有仙人掌吗？不是，就中间这个是仙人掌。好，准备啊！你选哪个？你选一个吧。你选一个，你先来。那我挨大哥吧。哎，你的又是别人给你选的是吧？啊，对。好，来吧，准备。哎呀，好紧张啊！勇敢地坐下去啊！三，老秦，肯定有你。咱俩轻轻坐嘛。勇敢地坐下去啊！三，二，一，请坐。二，一，请坐。不玩了。秦岚姐肯定有你，不用说。好，祝贺蕾蕾和雪琴在最后一个时刻拿到了红鲤鱼的身份。这个真没办法，两次都是你先选的，大哥。我反应过来了，看似是我先选的，是不是？但两次都是我，都是被安排的，对不对？对，对不对？大哥，你是真挺犬的。谁一安排你就来，你这也没招。我想用逆向思维来分析你们，没想到我们真不知道。最羞耻有你们的绶带，别过来，别过来。这颜色跟我这身不搭呀。我们这个绿还能翻盘吗？啊，有没有翻盘？没有翻盘的机会，全场都是这个。但是你要想办法把自己那一队，就只有你自己，只要你们队只有一条绿鲤鱼，你们队就安全了。就牺牲我一人，幸福他们一堆。什么？牺牲我一个，幸福他们一堆。啊，对对对对对。哦、对对。目前花少队是安全的。因为你们队只有一只绿鲤鱼，辛苦了兰姐。但是如果待会儿好六队赢了游戏，他们可以决定换人，对，就可能可以把他们的绿鲤鱼换出去，换到你们队来。嗯，因为我们是通过转盘的方式，对对对对对，确实有可能。对，那现在已经有了各自的身份，就开始今天的嘉年华吧。来吧。好的。当好运降临的时候，只有默契的队伍才能抓住好运。那今天我们嘉年华的第一个挑战叫做心有灵犀的我们。那首先呢，我们来开启送福利的醉六时刻。我们现场呢摆放了两瓶醉酒，其中一瓶的瓶底呢贴了一个醉字，两队呢需要各选一瓶醉酒，选到瓶底有醉字的这一队呢会获得由我们醉酒提供的额外的15秒的福利时间。客人们选吧，剩下一瓶给我们就行了。你确定还是我们上吗？你们不上，我们这边大哥就要上了。那大哥，要不你就你来，你挑一个，剩下的给客人就行了。去吧，大哥，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那怎么好意思呢？每次都帮他们排除一个错误答案。放弃挣扎了。二选一，概率还是很大的。选一个可以的。泽林那边还是何老师这边？我叫当红鲤鱼，我要选红的这瓶，对不对？好，红的。完了，肯定选左边的好。红的。三二
一，恭喜！哦，选中，选中了！我们的好六队获得了十五秒的福利时间。大哥，这就证明了一个道理，真的就是别听我们的，不是我自己承担的事儿就没事儿。开瓶醉酒，期待已久，为我们送来福利的醉酒呢，是一款42度的浓香型白酒。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个呢，是500毫升的大瓶装的醉酒，特别适合人多的时候聚会来饮用。其实，在我们花少的旅途当中，醉酒可是一直陪伴着我们。哦，真的？对。所以，除了500毫升的大瓶装，我们还有135毫升的小瓶装醉酒，也适合一到两个人小酌呀。就是不论是聚餐呢，还是小酌，只要和朋友们吃上一顿热腾腾的火锅再搭配风味醇厚、口感柔和的醉酒，那就是这个冬天最幸福的事情了。是的。好，那下面呢，我们要开始正式比拼。我们请泽林给我们宣布一下规则。每轮每队需要派出两位演绎者和两位答题者，限时2分钟，演绎者轮流用脸部表情、五官以及头部来描绘词语内容，答题者呢猜测词语。演绎过程当中不可以使用肢体和语言，如果违反规则就会进行惩罚。我们好六队先来吧。来。大哥和杨迪来演，然后雪琴跟老秦来猜，谁去监督？监督大姐去，大姐监督吧，大姐监督，大姐，大姐别上。哎，我要捶哪儿啊？捶我就捶我的后背，捶他就脸就行了。那真舍不得嘞。我就舍得。咱们要加油啊！虽然你们是绿鲤鱼，要加油，赢了我们就可以把你们换走了。所以你们要加油。因为迪哥特别的担心，因为如果真的要惩罚好六团的话，他一定会被带走的。如果是两个绿鲤鱼可以带两次。不至于。来，计时开始。动物类两个字。王八。王八。那个乌龟。回答正确。食物类三个字。三个字。面条。螺蛳粉。螺蛳粉。嗦粉。螺蛳酸辣粉。麻辣烫。回答正确。好，这么厉害啊。下一题，艺人名字类三个字。啊，那个龚琳娜。回答正确。下一题，这完了呀。影视人物类两个字。相柳。相柳。回答正确。下一题，啥意思？艺人名字类三个字。马景涛。回答正确。什么？这么有特点吗？下一题，影视人物类三个字。啊，完事儿了。对。啊，动耳朵。三个字，影视人物一个角色，三个字。一只耳。哎，耳对了，耳是对的。我知道，顺风耳，顺风耳，顺风耳。回答正确。哦，顺风耳啊，不适合猜呀。下一题，自然现象类三个字。沙尘暴。三个字。下雨，打雷。哎，雷对了。雷暴。暴雨。三个字。雷雨。雷和雨都对了。三个字。雷雨天。雷暴雨。三个字。雷雨。雷阵雨。回答正确。下一题。回答正确。这怎么能是雷阵雨啊？啥时候到时间呢？三个字的歌曲名。歌曲名三个字。亲。么么哒，他只能这么演，他演得好好啊，玩命亲，亲死我，歌曲面玩，亲蒙你，亲一亲，歌名，这个歌在哪儿？歌名，他们肯定不知道，有一个过的机会，他其实演得很好。亲我，吻，什么吻？处处吻。回答正确。下一题，什么？处处吻。歌曲名四个字。四个字。歌曲名，
演得好好啊，眉来眼去啊，眉飞色舞啊啊，他演得好好啊。哦，我知道了那个。来来到我身边，天竺，天竺少女。四个字歌曲名，《还珠格格》。你不能休息啊！舞台不是眉飞色舞是吧？不是眉飞色，不是眉飞。歌曲名啊！歌曲名，过吧，这个有点难。过。什么呀？啥呀？天竺少女。够了，时间到了。哇，好棒啊！这太厉害了。哎，你们是怎么做到的？他们好棒啊！就是、他们演得好，他们演得真的很好。处处没给我累死。你知道海陆有多紧张吗？他把这个都捏瘪了。太夸张了。好，下面要演绎的是海陆和宣旭，答题的是安宇和昭昭。我不会演了，你学我。加油！加油！我觉得咋演也超不过他俩了。迪哥做好干扰工作。好，来来准备，请准备，计时开始。文艺民俗类两个字。唱戏，京剧。京剧。回到正确，下一句，漂亮。动作类两个字。你们还是换的时候速度快点。抓紧时间。动作类两个字。哎。撕咬。咬什么？要那个啊不能发声，撕裂，撕嚼，跟撕没关，撕吃什么东西？他在吃什么？吃草、撸串，撸串，回答正确，下一句。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也太费劲。成语，成语类五个字的成语。皮笑肉不笑，回答正确。来。哇，这演得好，演得好。快！文艺民俗类两个字。相声，回答正确。下一题，好，这快啊！他咋看出是相声的？文艺民俗类两个字。这难，憋笑，不是文艺民俗，这个没手，这咋演呢？对呀，刷牙，我刷牙都猜出来了，这个。哎，演得好，演得好，醉拳，回答正确，下一题。哎呀，哇，演得好，四个字成语类，挤眉弄眼儿，眉是对的，眉飞色舞。吹，这演技不行，回去吹胡弄眼。第一个字可以，你一分开演第一个演吹呼滑。那什么过上眉毛啊，眉毛都快说出来了。刚才生活用品类三个字。假睫毛，啊，滴眼液，哎，又叫什么？眼药水，回到正确，下一题。来，动物类三个字。到你这儿咋都是这种词儿？他的好难呀，谦虚的。5、4、3，贝贝。长臂猿。长臂猿。来，让他演完。更普通一点。猿，好，不能出声儿。哦，那个大猩猩。哎，大猩猩回到正确了啊！时间到了，很棒了，很棒了。哇，陆姐演的太好了，那个陆姐。出握都不行，一点声不能出，一点声不能出。你那是啥呀？他那个是火烧眉毛。火烧眉毛，这咋演啊？那你吹是对的耶，吹是对的。我死命吹，能看出来，我们这边都能看出来火烧眉毛。火烧到眉毛了。最好笑的是，他其实已经演得很好了。我经常吃草，然后这边呢，最好笑的是，秦岚看出来，你知道吗？他又没声儿，还要提吃草，来干。
哪吒。那么祝贺我们好六队获得了胜利。那现在由好六队决定要不要换人。换出去。别忘了十五秒是谁争取的。就算他们帮我们拿了这么多分，就算他们帮我们争取了十五秒，换出去。好，那来上一下转盘。转盘有没有机关？大哥要亲自转。对对对，怕有猫腻。快，你自己转。今天这些道具啊、人文呐、啊，都得检查一下哈。哎，你转这边吧，你不转好六吗？你转自己这队。又引导我。好，你选，你自己选。大哥，你这样，两只手这样转。可以。那我这个权力有点太大了，人家还是自己来，花少对自己来转，行，自己的队友。那你转我们的，把我们的命运掌握在我的手里，好不好？好，我相信你。真没有装置，大哥，加油，大哥，把我转过去也行，转到老秦我就赢了。谁谁谁？完了，小丁儿被换出去了，小丁儿走了。Yeah. 这不是这个可以有机关。这个应该转老秦。没事，现在关键就是只要不把秦岚转过来就没事。 对吧？那我能把我自己转过去吗？你试试，你试试。游戏就有结束了。你试试试试。兰姐别来，那你们那组谁来谁也惨，因为我们这边鲤鱼多。来走啊。五、哦，还有一圈，看看能不能转到秦岚姐的。不是，他绝对没有啊，后面都没有装置，真的。这个东西已经简单到它就是一个铁架子了。就是有的时候这个运气啊，就在我手里。对，喏，你看，你看，他是能赚到别人的。当所有人下去庆祝的时候，只有我跟雪晴站在这一边，面面相觑。弟弟，开不开心？开不开心？可以。你们队一条绿鲤鱼都没有。而且最后他们带走那个人一定是我。一人带你一次吧。朋友们，这还只是中间一个环节。对，还可以换的吗？哎，对，还能换回来啊，不要着急，游戏还能换回来，好不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下面的比拼。现在我们看到场上的局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啊，真的，因为那个机关啊其实是没有办法去操控的。是的。所以呢，就是真的是比剧本都写的要离谱。现在三条绿鲤已经齐聚好六队，齐聚迪哥的旁边。好害怕，坐在这儿一会儿想浑身发冷，想带一个人走都不够带了，甚至你们都穿上了绿色的马甲。我都觉得我应该挂个绶带了。那个要不我给你。哎，不用，谢谢。但是呢，因为通过游戏我们还是有机会再换人的，所以呢现在不是最后的结果哈。那么马上进入到我们下面的比拼，这个比拼叫做双人红蓝粉扑对决，每队各派两人手牵手站在我们的格子里面，然后根据我的口令做动作，率先攻击正确可以积一分。好的，第一组派出的是秦岚、谭剑次，对的是辛芷蕾、丁程鑫。有请。拜拜。我可以扑秦岚是吗？大哥，我要扑他，他就要打我，我跟你讲，冲啊，这可以误伤，没事。这个女的心态有问题，咱俩可以商量，你不要太爱我，你就不应该把小丁换过去，玩这个游戏了。小丁加油啊！规矩是这样的啊，不管是红还是蓝，都是进攻男生，就我们不打女孩子，好吧？不打女生。多多包涵，我不会手下留情的。我可以用这手啊。你是用这手快点，外面那只手，这手快点，外面那只手，弟弟用外面那只手，因为你这个手要拉着他，你反应太快了，要限制你一下，弟弟。这手太慢了。嗯，没事儿。哇，这个事儿。好，那首先呢，各位先沾沾粉吧，好不好？
来，这个游戏我在好六第一次玩，然后还碰上了小丁。来准备，不要紧张啊，大家都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朋友们，不要闭眼，大哥。来，请听口令：红色放下，蓝色放下，红色举起，蓝色举起，红色放下，蓝色攻击。这个游戏我在好六第一次玩。蓝色攻击。哇！蓝色攻击。哇！哇，大哥可以啊！哇！他快，他快，大哥快。哇哦！大哥可以啊，大哥。我快吧。对，但是我没打中。大哥快。你跟之前口令咋不一样了呢？他之前口令有重音。他攻击的时候他会重一下，他现在哒哒哒哒哒哒。我们粉色攻击才打。对，粉色攻击才打。对，你不要打错了，你这个人玩游戏都不听清楚，你在混。好，现在大哥率先积一分。啊，现在要看哪边先积到三分啊。好，来，太难了。来，请听口令，放到起始位，蓝色放下。红色放下，红色举起，红色放下，红色攻击，红色攻击。不要再打了，不要再打了。那么先打到的是秦岚。这俩丽丽还挺厉害。可以了，可以了。对不起，对不起。没事。大手，大手打我啊！其实是辛芷蕾快，但是被挡了。好，那么现在2-0，二比零，继续加油。这一把一定给你挽回一局，相信我，相信我。来，加油！请听口令：红色放下，蓝色放下，红色举起，红色放下，红色攻击，红色攻击。红色攻击。红色攻击，红色攻击，红色攻击，大哥，太干了！我刚刚眼前左眼是红的，右眼是蓝的。朋友们，这个值得看一下。刚才这怎么脸上这么多东西？来看一下，来，请看。我的妈呀！还补我一刀！那红色来的太晚了吧也？小丁已经把蓝色盖上去了。雷姐发现这个，哎，我来都来了，必须给他摁上去。是这么想的？哦，你打到我这儿啊？没有，人家是红色攻击啊，我真是蓝色了。蓝姐真的好优雅呀，她真的。Cool. 这一分怎么算呢？首先第一点，首先第一点，两位男生呢，首先弟弟不应该打大哥。哦、然后呢，刚才呢，秦岚确实没有打到弟弟。嗯。那我出手快。对，那也就是说，你虽然最后大哥脸上有红色的东西，但是就这一分就不能算，好不好？对，就白挨了。对，白挨了，白挨了，白挨了。对，好，来，来，雷姐好不容易拍上一次，哎，2-0了，现在我给你弄少一点啊，2-0，2-0，你好像变脸，你现在上京剧，来2-0，来来，请听口令，你看大哥这个眼神。给你一个眼神，自己体会，弟弟。来，请听口令。
红色放下，蓝色放下，蓝色攻击，攻击。攻击，丁程新快，丁程新快，小丁快好多。弟弟拿到一分，现在2-1，二比一，可以了。好，继续，2-1，现在是个赛点。我好想呼你一脸呀！我都控制不住了，我都控制不住了。现在是个赛点，如果拿到这一分的话，就是大哥你们就赢了啊。好，来准备。现在是个赛点，如果拿到这一分的话，大哥你们就赢了啊。请听口令：蓝色放下，红色举起；红色放下，红色举起；蓝色举起，蓝色举起。别激动，举起，我只是举起。举起，对对对，举起。来，请听口令。不要挡我，不要挡我。来，请听口令：红色放下。红色攻击，攻击，秦蓝快，秦蓝快，谁把粉扑都打掉？谁把粉扑都打掉？秦蓝快，恭喜，可以可以。谭念慈秦蓝获胜，好，上场比分3-1，辛苦了，谢谢。哇，大哥！哇，谢谢两条绿鲤鱼，待会儿就把你们换走，他们都快变成蓝鲤鱼了，都，你看这脸上，彩鲤鱼，彩色鲤鱼。我现在就是那个红绿灯了，现在红绿灯。怪我，怪我，对不起。没有没有。他，怪他，没事没事，我错了我错了。凶吗？怪他。哎，还挺帅气，可以了可以了。没事，我看你玩的挺爽的。确实挺开心。我感觉我画了个眼线在这儿。你打球挺好看的，画了个眼线，挺好看的，挺好看的。好，下一轮要上场的人是杨迪、秦霄贤对胡先煦、王安宇。我俩一起玩，什么鬼啊？迪哥，你能打着吗？迪哥，你们想啊？他这是胳膊能把我拍死、啊。加油，加油！就只打外面的，但是你们中间玩一玩，你们两个人要交换位置是可以的，可以的，好不好？你站蓝色的，然后安宇站红色的。哇！五、哦，小虎同学。好，哇，就这么玩，好好好，这么整是吧？太多了吗？过多，过多。一个，麻呢？麻呢？帅哥麻呢？我带你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料肉、山盘。上菜喽！上菜喽！哎妈！哎妈！好好的。别上！奇怪的胜负欲。好，来，请听口令。请听口令：蓝色放下，红色放下，红色举起，蓝色攻击。攻击，我真的没看清，真的没看清。我觉得是迪哥快，我们来看一下。哦，差不多哎，差不多哎。几乎同时，几乎同时，几乎同时，那就不算了，这分不算，在红蓝里，在红蓝里，重新来，算不算？好同步啊，俩，好对手，好，好对手，下下，好来继续，请听口令，
来。等一下，要笑场，笑，还赶紧，他笑场了，快！别紧张啊。来，请听口令：蓝色放下，蓝色举起，红色攻击。红色攻击。红色攻击。这个快，这个快！一个你咋被打了呢？你为什么打我？跟你有什么事？我忘了。迪哥，你现在脸特别均匀，真的。没事儿，我马上去冲关。哎，不对啊，为什么王安宇的脸上会有的？你也有啊？我不知道，我被……哎，不对啊，他。是这样，老秦打胡先煦的时候碰到了他的这个粉扑，然后王安宇没动，就自己打了自己一把。王安宇，你怎么能自己打自己？安宇，你跟他换一下，安宇很想玩。我来，加油，来，换人了，换人了，加油，来，准备。看着我，阿凡达，请听口令。玩，迪哥手举起来。红色放下，蓝色放下，红色举起，红色攻击，红色攻击，红色攻击。你不动，我去。你不动我去变紫色了，没事吧哥。火眼金睛，好帅，从炼丹炉里碰出来了，我先看看你啥样。好真实。杨老师，对不起。你们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吗？我感觉秦霄贤像故意的。你是没出手啊？秦霄贤绝对一动没动。秦霄贤，夯夯实实，整个就像没有我们俩。这个男人很稳定。秦老师，你是从头到尾就这样。好，赛点来了，赛点来了，来，加油，迪哥，好好玩了啊，好好玩了啊，别站了，别站点，对不起，我也站着，很满了，好玩了啊，加油，来，加油，得赢一把，赢一把啊，都打成这样了，还认识我不？你不一直都这样吗？来，请听口令，好，赛点来了，赛点来了，来。来，请听口令，最后一轮，蓝色攻击，蓝色攻击，哇，听到了，听到了，哇。王宇甚至被打的那一次还不敢相信。你是最好的老王哥。他太突然了，真的太突然了。好，祝贺杨迪、秦霄贤获胜。哇，你也画眼线了。Cool。好，马上我们进入到下面的比拼——传送带比拼赛。你真紫。好的，我们的规则呢是这样。派出一人坐在传送带上向水池靠近，攻击队一人和防守队全队来进行一对五的反应对决，在队员落水前要击败对方的五人，并且完成敲锣，最重要的动作敲锣就为成功积一分。在比拼当中呢，我们需要使用中国移动和芒果 TV 携手打造的
动感地带芒果卡来启动我们的传送装置。攻击者呢要把这个动感地带芒果卡插入到启动装置内，触发比拼。使用动感地带芒果卡，盲盒月月抽好礼，带你现场看综艺，还可以参与我们好六官方微博动感地带芒果卡的互动，将抽取10位幸运观众来赢取我们的最新款手机和超值大奖。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用这个无限畅游的动感地带芒果卡来开启比拼，转动我们命运的齿轮吧。好，接下来要进攻的是海陆，传送带上坐的是安宇同学。哇哦，我是想谈那个是吧？石头剪刀布，对。好，我就坐在这儿。对对对，坐在这儿。好，来。我是最菜的，石头剪刀布。我不信呢，从来没赢过啊！真的吗？那你先出啥？我先出已经开始商量了。姐，我出石头。他有话跟你说，节奏要快。就是他们不出，不不不不不，早晚能赢，你知道吗？是我控场是吗？对，你节奏得快，咱们就能赢。我发现了这个规律，相信你，怎么都能赢的，加油！咱们有点策略，石头剪刀布，我们自己来。石头剪。好，来，来，海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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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卡，我落水没事啊，不要有心理压力，没事是吧？那我先把麦收了。来，你自己来吧，我自己来，你自己来吧。好，准备开始，快快快！石头剪布，石头剪布，石头剪布，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了呀！哎呀，怎么回事啊？安宇还好吗？还好。OK 啊 ，OK OK。还不错。你是怎么了？卡了吗？你是？没事。完了，待会儿不会是我坐上去吗？待会儿谁坐？不会是迪哥吧？应该不是我吧？好，传送带上是杨迪。为什么是我坐下一轮？进攻的是秦岚。你把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哎，迪哥，来坐下去，到你啦，到你啦！安宇，你是在那儿玩，不是把我送下去？玩什么321是吧？对，321看这边。哦 ，OK。安宇要报仇。安宇，注意情绪。他在最后一个，我觉得这一局我好难呐、啊。我本身你还喊不过他们呗。对，我说话很困难。啊，好，准备啊。安宇，你看我怎么给你报仇就完事了。来吧，靠你了。准备，开始，走。一二三，看这边。动啊！一二三，干什么？安宇，你看我怎么给你报仇就完事了。一二三，干什么？快快快快快！干什么？一二三，干什么？完了，整队都卡住了。一二三，完了，整队都卡住了。安宇，注意情绪。啊！这个游戏，这个游戏。
游戏是在，这个游戏是在，好像不太对，不太对。全落枕了是吧？是这样的，我宣布刚才是挑战是那个无效的，无效的哈。因为如果是这样，下一轮如果三二一看这边你头没有动，就算他过了。对对对，了解了吗？好，再来一次，来来，加油，迪哥，你可以的，你可以的，你给自己一个机会。我已经破产破产，给迪哥一个机会，好，来，好，来，准备啊，来，三，二，来，请，开始，开始吧，好，成功，啊，开始吧，哇，怎么？一二三，看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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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哇！看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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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哇！看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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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看这边。看这边。这边。这边。一二三，看这边。一二三，看这边。二，阿姨，看这边。好，敲锣，快敲锣，敲锣，敲锣，敲锣。师傅，我坚持不住了。你们，敲锣。秦岚姐赢了之后特别高兴，你人呢？她刚才就在死命的扒着，我还想报仇，一轮就给过了。海璐姐真的是这个游戏好厉害啊！海璐好厉害，好厉害。好，下面要攻击的是辛芷蕾，传送带上的是先旭同学，来，加油，先，你可以的，可以，可以的。这个吗？你手在墙上，这个，盯住他眼睛，你知道吗？盯住他的眼睛。对，交给我吧，交给我吧，绝对没问题，姐不会让你下去的啊，放心。来，给你动感地带芒果卡插进去啊。对，来，准备，三二一，开始，走，走，快快快快快，走，松手松手，走啊。一二三，看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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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等一下，这个慢了吧？一二，不算的。一二三，看这边。一二三，看这边。好，来，一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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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边，下去。一二三，看这，一二三，看这边，一二三，看这，一二三，看这边。好，成功。一二三，一二三，快点！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来来来，来来来，一二三，看这边，一二三，看这边，跳楼啊！啊 ！Oh no！ 一二三，看这边，啊 ！Oh no！ 跳楼，快跳楼，快跳楼！好，成功，成功，成功 ！Oh no！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我拼了！我拼了！我怎么觉得是手顺着我们头在走呢？我觉得雷姐，雷姐是我们往哪边转，她往哪边指。一二三，看这边。一二三，看这边。一二三，看这边。不是，他刚刚他是这么玩的，他是这么玩的。一二三，看哪边？看哪边？啊，这边，这边。整个人都不好了。中间老秦快，老秦快被弄晕了。好。对，那么绿队呢，在刚刚获胜了，赢过了三轮，那么红队赢了一轮，那么所以呢，绿队将会有机会继续行使他们的换人权利，换不换？必换。好，来吧，不换不换。不不不不不，由不得他们。对，肯定要让红鲤鱼来决定嘛。对，要换要换要换，我想走。绿队，我要来跟你换换换换换换，把我转走。只有你们两个人提议换，是吗？对，我们要 换，他们没有发言权。绿鲤鱼，我俩转，交在我俩手里。我们来转我们这边，对，这儿，
我们转条鱼去，待会儿还有机会再转条鱼过去也行。是的，或者我们俩谁过去？对，我们最后还要转一轮。转到鱼是对的，转到鱼是对的。不要把自己转出去，转到鱼是对的。转鱼没用，自己转出去多好，啊、我们就走了。对，转鱼还有俩，再不回来了，就骗你一下。不行不行，来吧，我转了啊，一二三一起送，一二那边我往上面退，一二三走走，我杨迪，我不想待在这儿了。就差二寸呢，迪哥，就差这么点儿，一点点。今天的剧本写得真好。现在难点来了，到底又把谁换过来？把谁换过来？还有点危险。我来了，这边要把谁换过来？我来了，来吧。谁过来谁有危险了，我跟你讲。小丁儿回来吧，来吧丁儿，同甘共苦丁儿。谁？我们谁来转？海璐来好吧？你不敢，不敢，不敢一点，没事，不敢一点。来吧姐，来，把自己转过来。交。过来玩呀，海璐姐。海璐姐，这个对危机四伏。随意，可以转，海璐姐没事。加入我们，来吧，走，看看谁会来到我们的绿鲤鱼队。我先给你拿过去啊。哭了，没事，他们不会带你的。海璐姐别怕，这边有我呢，不会带你走。还有，海璐，只要赢了下面的游戏，再转走一个，你们队还是安全的。是的，转个绿的走。我还有机会吗？当然有机会，有机会。还有一个环节，我们进入到最后的比拼。来吧，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最后的鲤鱼答题环节。这次鲤鱼不答挺，只答题啊！哇，好幽默啊！鲤鱼答题，这个比赛将会最终决定哪一队的绿鲤鱼会更多。所以呢，希望大家一定要努力争取，特别是我们绿队。那么下面请泽林宣布一下本场的规则。本场答题呢一共有两轮，首先进入我们的第一轮比拼，连答20次，依次回答，每个人有3秒钟的时间，回答正确加1分，回答重复扣1分，回答错误扣3分，没有答也扣3分。分数更低的那一队呢，需要按下我们这个手中的这个遥控器来进行惩罚，你想惩罚几号就按几号。哦吼，我是1号，朋友们。哦，我们来的时候已经记住了，别的键都抠了，记住了。我知道你们都在看我，一说惩罚谁都往这儿看。各位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准备开始。我发现今天的这个比拼啊，真是惊喜多多啊！哎，小丁，听说你也带了惊喜给大家。是的，我给大家带来了中国移动和芒果 TV 联合推出的动感地带芒果包。办理芒果包，每月可以享受芒果 TV 会员和30G 定向流量，还有我们录制的视频彩铃、惊喜来电等专属权益哦。对，不要忘了每月5号还能开盲盒，有机会赢得代言人周边等惊喜好礼。准备，这道题目非常容易哦，非常容易。准备啊，好，来，请说出名字里面带有数字的演员名。这个简单、啊。准备，开始，三二一，王一博，三二一，易烊千玺，王一博，来不及了。三二一，李一桐。三二一，李一桐。三二一，张一山。三二一，张一山。张一山。三二一，张一山。三二一，吴一天。三二一，李一桐。三二一，王一博。三二一，王一博。三二一，张一山。三二一，王一博。三二一，李一桐。三二一，易烊千玺。三二一，易烊千玺。三二一，张一山。三二一，易烊千玺。三二一，易烊千玺。出不去了，出不去了。这个谁说会容易的？这太难了。周一围呀、啊，朱一龙啊，孙谦啊，林一啊，六小龄童啊，现在全能想起来了。500啊，
刚才脑子呢？秦岚姐好像都是说的我说过的哈。张一三，张一三哪位啊？好，绿队负十二分。好，下面到我们红队了。我们争取零分吧，零分就赢了，零分就赢了。注意，请说出动物园里面的三个字的动物，一定要三个字的。那太多了。好简单。他们这个题太简单了。来，准备挑战开始。三二一，长颈鹿。三二一，梅花鹿。三二一，眼镜蛇。三二一，米老鼠。米老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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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唐老鸭。三二一，大马猴。三二一，花蝴蝶。三二一，东北虎。三二一，大笨象。大笨象，大笨象，大笨象是什么？三二一，眼镜猴。三二一，大笨象。三二一，百灵鸟。三二一，黑蚯蚓。三二一，大熊猫。三二一，小熊猫。三二一，长颈鹿。三二一，大熊猫。三二一，大熊猫。三二一，花蚊子。三二一，还有啊，三二一，大老虎，对吧？没错没错没错，二十个嘛。我觉得他们答对了好多啊。米老鼠我是接受不了的啊。米老鼠，动物园里可以有米老鼠啊。那不是动物园，那个是迪士尼乐园。米老鼠应该在迪士尼。米老鼠这种答案都扣八分。米老鼠是一个非常非常受到大家喜爱的卡通动物，卡通形象，它不是动物。嗯，对，你如果跟迪士尼的朋友们说米老鼠是动物，他会非常生气的。对不起，对不起米老鼠的粉丝。啊，没有，开玩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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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最后统分，红队的成绩是负十分。等一下，等一下，有什么疑问吗？那些黑蚯蚓那都算进去了，花蚊子，花蚊子就得扣八分。为啥呀？也有蚊子呀。花蚊，啥叫花蚊子呗？花蚊子有啊有啊，就是花腿蚊子，一叮一大包那个。还一叮一大包那个，参加过花少录制的蚊子，花蚊子。不，蚊子分花蚊子和不花的蚊子，花蚊子叮人比较疼。行，来吧，迪哥，反正也是喷迪哥，来吧。别呀。好，那么刚才这一轮输的是我们的绿队，所以绿队呢将要在你们的按键上选一个数字，选二，选二，选二。来，请选择，请选择。二。好，只剩下秦岚姐了。我选了，但其实你选啥也不重要。迪哥要不要看一下？不用看，全是一。哇，开始流蓝汤了。你看，我为了让辛芷蕾高兴，我选了个二，选了个二，没有用的二。怎么选我呢？下次我也选你。你别下次，你这次就选择我。没关系没关系，下面是咱们的强项，就是那个你来我往，那是咱也未必也未必。好，下面你来我往了。好，你来我往呢非常简单，要根据我们出的题目用一个人说一个字的方式来接力答题，连续回答三个视为挑战成功。对，请注意，请说出三个字的可以大声尖叫的公共场所。好，六街。好，六街。好，六街。接啊，接接接啊，接开始了吗？已经。大哥，大哥，你那接声有点大，大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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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个接我都快接到了，不是，我以为你让我接，我说接啥？我没听见前面，我没听见前面，我接啥？啊，我们要惩罚啊，就完了。好，来红队来选吧。我只敢选你啊，兄弟，我选你，你选我啊。哦，选五号，五号。哇，每个人的数字都不一样，你们两个非常关键。五号。哇，好
好精彩，好精彩！五号，哇、哦，大哥，哇、哦、哇、哦，咱俩平局。还有两位也投给了你们两个，你们俩还看什么看？你还好意思看？就演吧，他俩假装无辜。哎呀，谁投的呀？谁投的呀？不会是我吧？哎，朋友们，秦岚姐在说话，你们理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朋友们，来。秦岚姐说了好多话了。我觉得大家可以考虑一下五号，五号今天用的都是防水的粉底，防水的睫毛膏。你大爷，我选的，我刚才这你完全是误伤的，我选二号，但他坐那边了。但他坐那边了，是这样的，我替咱秦岚姐挡了一刀是吧？哦，你就完全替他挡刀了，太逗了，因为秦岚一直，也没有人听得见。啊，没有人理我，妹妹，只有你，别说了，别说了，姐。而且重点是，他只是假装做成了一个麦克风的样子，他其实就是喷水器。对，秦岚一直对着喷水，对着麦克风说话，以为自己的麦没声音了。这不是这？那五号，五号，五号今天是防水的。五号，五号，五号，这个没有声音，喷水的这是。这是喷水的。只是你那没喷过水，所以你不知道它是喷水的。请下面下一题，请说出三个字的。你会用舌头舔的东西，棒棒糖。开始，冰，奇，零，棒，棒，糖，麦克风，麦，时间到，用舌头舔麦克风呢？你干什么？你想说啥？麦克风。他想说麦克风，用舌头舔麦克风，麦克风，麦旋风，对，麦旋风，来，先惩罚，来，准备。哎呀，谁错了惩罚谁吧，我觉得。那只能就是说，也确实是，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哇！好，唱海陆姐。哇！哇！哦，全票通过。我是防水的。哎，你是防水的吗？好，请听题，请说出三个字的檀健次的缺点。来，随便说，快开始。太丑了，太。帅酷酷的 A 好，帅酷酷的 A 好。五号，雷姐说啥？她说太好，太好。来吧，请选择，请选择。应该我们会看到五个五吧？就是谁输了选谁。谁输了选谁哈？这边说了，秦岚姐说了啊。别的，你这不防水，这他瞎说的。你这防不防水啊？不防水。不防水、啊。各位，请选择。五号了。呀！你们不能选我。还忙着聊天呢，雷姐。哎，我的妈呀！都没完了。防水的，听说这个是防水的，雷姐。他怎么好几下是啥意思呢？哎、但是，犯规了。怎么了？他躲了。我都没躲。对，躲了。所以他多喷了一下，因为他躲了。对，他喷了两次了，都已经很多了。你等着。哎，我刚知道为什么王安宇要说米老鼠了。我觉得秦岚姐今天说话很像米老鼠，有没有？好，请注意啊，请说出三个会让海陆发脾气的事情。开始，肚子疼，时事。时事啥呀？
十是十。十是十是十，四是四，四是四十四。哎，啥呀？雪琴，你本来想说什么？就是、你说迟？我想说的是迟，我想说迟到啊，迟到、迟到了，迟到了。对，但是因为口齿又不太清晰啊，先说十。好，十是球，来选择吧。别选了，直接喷我吧。哎呀，来吧，别，这我口齿不清楚。哇哇哇，有人，哎，有人已经按了。三号非常的果断，对，三号非常的果断。哇，默契了，默契了，有人互选了，有人互选了。哇，很关键，很关键。哇，最后一个。好，秦岚很关键，秦岚很关，哇，秦岚很关键。为什么当场就知道是你？为什么？很关键，就是没事儿，你没事儿，他是关键票。他这个人太坏了，我一下就感觉到就是这感觉。迪哥，下次你就选他，我就该选他。这么防水的妆，好好滋一下。别这样，都快结束了。好，最后一题啊，来到这边了，最后一题，请说出三个字的女生很讨厌被问的问题。来，准备开始。你多大？你白吗？你白吗？来继续。你丑吗？丑吗？稍微等一下。你们三个是真的觉得这个问题能问得出口的啊？啊，你丑吗？对啊，你不是说女生会讨厌的问题吗？不是，我这个位置很尴尬，他俩你丑吗？然后只能你可以说啥嘛，对不对？你丑啥？这个女生其实也挺白，你丑吗？不是，刚才你白吗？我已经觉得很冒犯了。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吧，比如你问一个特别黑的女孩，你说你白吗？她肯定生气。我就不高兴啊，对吧？嗯。还是不对，还是不对，还是不对，实在有点什么？你多大？你多重？是吧？嗯、好，来吧，红队还没有惩罚，来选一个吧。好，他们已经按了。哇！哇！你们三个人要是但凡有一个人选错了，那个人都要完蛋。哇！这边三个三。为啥？你老说妈妈妈的不爱听。太场外了你这样。真不爱听。那么最后呢，绿队答对了一题，红队答对了两题。祝贺红队获胜。下面你们可以决定换不换人。不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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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管那么多，直接上。一哥，哎哎，人家说不，哎、这里，哎，谢谢。没事，迪哥想赚就让他赚，但是人红队不认。你赚赚，你赚，你赚的好就认。哎哎，大姐那句来都来了，来都来了，好不容易来一趟，你们不想救海璐姐吗？只要把秦岚放那儿就行，别人都可以救。赚了吧，赚吧，赚吧，赚！我们就是这么容易被引导。上，可以，就愿意看这个赚。好，请我们的红队来选择要换过去的队友。干嘛呀？走，走。如果是大哥转过来，我就不说了。大哥转过来，这不可能吧？不可能，不可能，这应该转不到大哥了。哇、哦，走走。张这边请。妹妹快来。没事，不一定，主要是这边比较关键。我们只需要转走任意一只。对啊，你绿鲤鱼。对，迪哥，你那么想转，你转吧。去吧。或者把我自己转走。抱歉了啊，朋友们。走。我来了。你好像有点来不了。
雪晶姐拯救了我们的雪晴，谢谢，伤害了我们的昭昭。哎呀妈呀，妈妈迪哥，都是你拯救了我们，谢谢迪哥，感谢迪哥。也就是说我们老秦和秦岚，你们要带走跟你们一起接受惩罚的迪哥，哦不，你们要选择带走哪一位？迪哥和谁？还要录多久？我又好不舒服，我现在我刚才没有换那个裤子那些，我现在好难受，发烧了。没事，我再坚持一下。我这个粉都拍出来了，你知道吗？哎，我们是一人可以选一个，两个选一人选一个。我选那边的新出来的。你犯规了，不能选那边的。对，那我选迪哥吧。迪哥，那我转一个吧。转一个可以啊，来吧。要不就直接我来吧。如果转到海鸥姐，也只有认了。我要不直接跟你们去吧。没事没事，来吧。好，老秦已经转中了轮盘，这将是他要带走的人。哇哇，哎呦哎呦，哇，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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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海鹿姐已经转出来了，再转一个人。没有八个了，再转一个人。我跟昭昭之间再转一个人。现在海鹿先生，这是昭昭，这四个是迪哥，好吧？好不好？行，交给命运。迪哥说：“那也比直接选我强。”你转，你转啊！迪哥现在光脚不怕穿鞋的，你看，给我动一下啊！你不要动手！我不会碰，我不会碰，我不会碰，我不会碰。哎呦，哎呦！哎哎，迪哥，迪哥，这有点太明显了吧！我我我，哎呀，我我我，逃也逃不掉。好，那请大家移步到对面去接受惩罚。哎，有请。来，大家上台之前，请各位注意，现在有一个隐藏机制出现了。是的，要给各位说的是，我们现场呢，现在一共准备了四个这个泡沫炮的装置，但是呢，其中有一个装置是坏掉的，也就是它不会触发，是哑炮。嗯，是哪一个？第二个，交给各位来选，自己选。有一个是不会触发的，迪哥，第二个不触发。第二个，迪哥，我们在引导你。第二个，哪个是坏的？结果最后兰姐选了那个不喷的。不可能，那也得让他。该一顿跟他说，这个喷上会幸运，不喷不幸运了。我就想问道具老师今天心情怎么样？今天是这样的，我跟你说，你看这个心情好像不太，都漏出来了。这你选的这个还在往外滴，我的天，你可真棒啊，心情极差。那我就这儿了。就这儿了吗？那我就这儿了。 好，迪哥呢？我就这儿了。就这儿了吗？好，老秦第一个对不对？然后秦岚姐第四个。呀，我这个好满啊，加油。你闭嘴吧，说不定完全没有。准备，三二，往后退，很危险。一，一，祝贺海鹿！哇！你还好吗？还好。我选了个最少的，打出来怎么那么多？迪哥，这个真的，他特别聪明，选了一个，就是还有一半是空的，没想到里面好深。真的，你看这个好深，多吗？我。好多，你真的太多了。好了，祝大家好运不断，也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花儿与少年丝路记。开瓶醉酒，期待已久，醉酒提醒您下期看点。一念关山小分队，勇闯好六街。江湖传言咱们好六街有一把绝世好剑，今天我们就特意来这里想找到这把绝世好剑。少侠有招式，弹剑四五剑，诗诗唱三二一看。我跟他合作了四个月，没听过他唱过一句歌。要拿麦吗？确实11年没录节目了，要拿麦吗？
支持跳 flow。我跟你说，下一轮诗诗在发完球，你不能再盯着他搞了啊！把你这十年的都补上。少侠听指挥，漂亮！来，耳音看这边。诗诗姐直接定住了，你泼吧，我就拿这杯水，该我了，先准备防住就行了。来，三二一，看这边，三，该他了。啊！笑死了，笑死眼泪。这个游戏玩出了从来没有过的一种祥和。少侠学唱跳。这一秒，看他一直在笑，然后他怎么能唱出声来呢？好，我们来听一下诗诗的单轨回放。想一想，我们发呀，少侠，你理直气壮想一想。这一期必须在这个专辑之后播，一定。少侠，请推理。我们总共八个令牌，诗诗目前是唯一的好人牌。六道堂的少侠中有清醒的少侠，他需要集结所有的清醒少侠才能拔出我们的六方宝剑。最终，他们能否拔剑成功？下周六晚19:30，不见不散。你好，星期六首席合作伙伴醉酒，开瓶醉酒，期待已久。淘宝，你好星期六，夏天更精彩。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你好星期六，精彩看不够。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淘好货好价。感谢首席合作伙伴醉酒，开瓶醉酒，期待已久。上微博搜索你好星期六，参与话题互动，解锁更多节目玩法。锁定你好星期六，接下来还有很多精彩内容，让我们一起期待吧。期待。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淘好货好价。感谢行业指定中国移动，中国移动 5G 引领快乐出发。每周六晚19:30，湖南卫视芒果 TV 双平台独播你好星期六，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通过芒果 TV 国际版 APP 芒果 TV 来同步收看。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你好星期六，你好漂亮，感谢你好漂亮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你好星期六，精彩看不够。下周六还有什么惊喜的，那就下周六再见，请大家多多支持花儿与少年丝路记。辛苦了辛苦了。